来，我来拆了，好没笑。
想读，但是被隔绝不行，就是心里某。宿舍介绍，其实我觉得住在天母的宿舍有优点有缺点。优点就是，其实住在这边一个学期只要7500，就是很便宜。你在住在外面一个月的7500都不止，而且那小的跟什么一样。然后就是很方便，我们在12楼睡觉，6楼上课，其实10点10分的课，10点再起床就可以了。然后基本上是还 OK， 就是。不能放音响，然后大家6人是有一点挤，可是还算 OK， 就是大家配合一下作息，互相对啦，基本上还 OK， 可是就是只有大一有保障，而且是要外县市，像我住桃园就 OK， 像有的住新北的或是台北市的，他们就一定要通勤，就不能抽这边的宿舍。嗯，以上就是宿舍的 room tour。